老婆，你在做什么饭呢？这叫什么？不知道呗。不知道。炒什么？不懂呗，不懂在炒什么呗。不懂，不懂你还炒？炒着玩呗。说嘛，知道菜叫什么名字？不懂呗。什么不懂？叫什么名啊？这道菜？你有盐吗，亲？有盐。稍等一会儿。去哪盐？盐在哪儿呢？哎，不是有酱油了吗？已经放盐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不用那么咸吧？酱油在这儿。嗯，一定很香的，不用尝，闻了味道就那么香。嗯，酱油在这儿。好了。好了。咦，老婆讲好了。好了啦。还没好呢。好了。好了。哎，老婆要倒菜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了，手会抖嘞。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？上镜了，嗯。哎呀，亲爱的。嗯，真漂亮。嗯。要不要我帮忙呢？需要啊，你把那个拿走就好了。蛮轻的嘛，这个锅。哦。OK 了。哎。好了啦，好了，继续了。很重啊，等一下我手软了，你看吧。啊，好了，这些吧。里面，哎，里面的吧。来，我来吧，我来倒。早应该这样子的。这边洒了，快洒了，快洒了。你放这，你应该放在那边吧。哎，哎，你不动，我倒就可以。哎。嗯，yum yum。好了，拿上去。这道菜叫什么？给傻瓜吃。给傻？叫什么？给傻瓜吃。叫什么？好了啦。取名吧。酸菜那个，啊？蒜苔啦。啊？蒜苔。哦，蒜苔就叫蛋炒酸苔加培根，这个叫什么？哇，这个更香呢！哇，这叫什么？可乐鸡翅。嗯，都没有可乐。英文叫什么？Coca-Cola chicken。应该放盘里哈。Chicken with Coke。应该放盘里哈。嗯，没有，刚刚好，有汁嘛，嗯。以后放盘，有那个大盘，不用紧。哎，不用，把全部拿出来啊，亲爱的，放些回去啊，一定吃不完。全部都吃完了。我们俩吃完吧。我们两个吃两个就够了。我们吃六个最多吧。啊？嗯？哎，不要再拿啊！放一些回去吧。六个最多啊，一人三个都绰绰有余了。哇，绰绰有余。好了，好久嘞。老婆要去洗澡了。啊，端饭了啊。老婆端的好啊，哒，嗯，我们要撤肥了，是吧？还是起烦呢 ？Okay, guys, this is a nice fish wild, and I'm gonna have lunch now. And my wife has cooked these two dishes. This is chicken wing with Coke. She marinated it for a night. And this is the
a veggie and egg dish, and they both smell really nice. And we're gonna have these two dishes with white rice. So thanks for watching, guys. See you. Bye bye.